2024年6月8日，宇宙白色存有真理之路，传导 Natalie Glasson， 译者扬声传导。问候亲爱的光之灯塔们，我们是天上的白色存有，我们多次来找你们，我们有与你们分享的能量和目标，我们此时正在促进和支持你们的扬声，我们正在将我们的能量，我们的编码整合到你们的存在，你们的现实中，以协助你们此时的灵性成长，以便你们可以在更深层次上与你们自己的存在，你们的真实自我联系，理解从中浮现的真相。许多人此时变得困惑或迷失方向，因为他们的内在真相正在显现，但他们不习惯与他们的内在真相联系，所以感觉好像他们的个性和内在真相正在战斗，他们看起来像是两个极端，一种振动频率很高，代表积极、爱、和谐与和平，另一个人认识到物质现实并生活在物质现实中，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可能会感觉到你们的内在真相和你们的个性正在一起战斗，这一刻完全没问题，因为当你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战斗就会消散。你们意识到这种能量、这种声音、这些正在出现的感觉看起来如此不寻常，甚至可能对你们来说如此陌生，实际上是你们的焦点所在。当你们生活在一个你们的个性扎根于物质现实的现实中时，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认识你们的内在真相。当你们开始认识并承认你们的内在真理正在出现和出现时，你们可能会认识到真理有多种途径。仅就你们而言，你们可以走的路有很多，每个途径都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学习、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有宝贵的教训、灵性教训需要吸收。你们作为一个存在，作为一个灵魂，作为真理，拥有许多工具、灵性工具、活能力。当你们走在一条真理的道路上时，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工具或技能来走这条路。也许随着机会的到来，你们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工具和技能来接受挑战。当你们转向其他真理之路时，你们可能会发现你们拥有所需的确切工具和技能，并且你们能够非常轻松地走这条路，或者即使不容易，你们也能够克服它带来的挑战以及你们创造的。当许多人谈论他们的目的和寻找目的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谈论真理的道路，而道路有很多。你们有一套由你们的灵魂赋予你们的工具和技能，可以走在其中的一条、两条或三条道路上。挑战的一部分是找到正确的道路。你们的灵魂拥有造物主的能力和技能，因此也拥有造物主各方面的能力和技能。在这一生中，你们已经接受了一定数量的能力和技能，这些能力和技能支持你们获得所需的理解、灵性成长和提升。当你们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相并要求承认自己的技能和能力时，你们就了解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表现。你们也在吸引你们的真理之路，或许是一、两、三条真理之路。当你们允许自己唤起你们的真理之路来与你们的存在对齐或重新对齐时，这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体验。你们可能知道自己在这一生中希望或感觉被引导要实现什么，甚至可能在现实的这一刻实现，但是你们可能根本无法体现它，或感觉好像它不可能体现。当你们认识到你们所拥有的技能和能力，并召唤你们的真理之路时，它们就像铁轨一样重新排列并插入你们的能量场。你们的技能和能力就像你们背着的一个背包，你们可以很容易地取用它，然后你们就可以登上那趟感觉最合适的火车，进入你们的存在、你们的意识、你们的现实的一个或多个机会。你们可以问，这条真理之路与我产生共鸣吗？这让我满足吗？
我有能力走这条真理之路吗？让自己如实回答这些问题，让你们能够应对不同的情况经历，直到你们与那些照亮你们的情况经历联系起来，让你们充满光明、喜乐和满足。然后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技能和能力，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真理之路，并且两者与你们对齐，你们与他们对齐，让你们能够更轻松、更强大、更猛烈地前进。我们宇宙白色存有希望你们这样思考：你们是否感到失落或不舒服呢？是否不确定如何体现某些东西呢？是否感觉不接地呢？有必要关注你们内心的真相吗？当你们这样做时，你们是否感到更平静、更自我、更有能力呢？你们可以要求你们这一生的技能和能力被你们所认识，你们可以要求你们的真理之路与你们保持一致，你们可以要求走这一生中最能与你们的灵魂产生共鸣的真理之路。你们在问谁呢？你们在问你们的内在本质，你们内在的火花，无论你们想称之为你们的造物主，存在你们的灵魂，你们的本质，让它成为为你们积极地解开和展开的东西。你们不一定需要或要求答案，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能量场正在发生变化，并且透过你们简单地将你们的意图放在不同的领域，以及我们鼓励你们思考的问题，你们的能量场正在发生变化，排列就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让自己注意到对齐是如何发生的，几乎就像一张的图正在你们的内心和你们的周围，在你们的现实中形成。你们与你们的真相、你们的能力和技能，甚至那些你们没有意识到的联系都会增强。我们可以描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是，即使你们感觉自己走的路完全未知，你们也会感到更有能力、更准备好，并且有更多的了解。想象一下，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选择这些沉思，地球的整个震动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每个人都会与他们的真理保持一致，并走一条真理之路，从而共同创造这些真理之路。我们觉得这几乎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它将导致扬升，特别是在震动觉醒和所有人的意识方面。我们宇宙的白色存有随时为你们服务，你们可以呼唤我们，只需说出我们的名字，我们就会出现。我们深深地爱你们并感谢你们，我们是宇宙的白色存有。